来，小三，来，我画一幅画，你站着，把你这衣服上来。啊，真假的？真的，来。别，这是白墙。画在身上。画在身上，哎，好，可以。这是小尼的衣服，没事，送给你了。画个大叉是吗？这个孩子错了。哎，像芭蕉叶啊。太对了，美人蕉。美人蕉画在他身上，我怎么觉得脸上有点凉？您刷到脸上了吗？待会儿刷。我感觉这边有点凉乎乎的。那满足他一下，给脸上刷一下。哈哈哈！哎呦，抱歉，你这有点……这是油漆，这不是奶油，这是乳胶，环保的。傻孩子，好，出去晒会儿太阳。OK， 好漂亮，跟你脸上的相得益彰。你这身也画了吧？我这已经有了，你没看到吗？这是为刷墙专门选的衣服。你这也画了，快晒晒太阳去。咱还有啥活没干？应该没有了，我觉得就是现在就两边的床。